4月12号已经被市长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剧场那边的市长吧，就是第休斯顿的市长，这么大呀？对对。哎呀，我还以为是一个地区的。休斯顿市长命名为赛金花日。刘晓庆赛金花日，其实应该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刘晓庆赛金花日，应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毛戈平刘晓庆赛金花日，然后是田沁鑫天津人民艺术，好像太长了这个，还有瓦克波西，还有那个俊龙文化公司什么什么这个。天津人民艺术剧院，我就光重复了。相信明天晚上我们的演出，尤其是在这个刘晓庆赛金花日，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谢谢大家这个捧场，谢谢大家买票来看我们的精彩演出，我们这个也可以说是精彩演出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一定非常的精彩，因为我们。